为了改善房屋老旧、屋况不良的问题，慈爱社区在里长的带领之下，集结了十位所有权人一同加入自主督更，成立工作站。副市长林清荣也到场揭牌，并表示市府一定会全力支持自主督更。今天只是开始，还要大家努力跨过50%。如果你签不出来50%，我市政府再多强，我也爱莫能助了哈。所以我想，都更对于我们北高雄或全高雄都是新的模式，那请各位要记得我一句话，这种新的模式一定是要大家团结了。都发局表示，万事起头难，老旧社区要推动自主都更，需要所有权人自发性动起来。很感谢有张里长的带领，让社区愿意主动参与，凝聚共识，一同团结，打造更美好的家园。用到这年啊，拢无法度通结果这个彩排啦。啊，今日有法度人彩排啊，个副市长、甲个市长都有答应讲哦，后壁要甲斗用啊。啊，我也足感谢安个市长啊，叫我局长拄我是有志同来甲斗推动。啊，阮这个机会就上好个啊，所以阮这住户者大家爱团结啦。今天要团结开始了啦。副市长表示，都市更新在高雄是刻不容缓的议题，慈爱社区的工作站是高雄第四处辅导的自主都更案件，希望在未来能够加速进程，早日成立更新会，吸引建商投资。希望今年2022年的年底，能够到2023年的年初招到商，然后再花一年的时间跑完所有的都更的分配程序跟审核程序，也就是说2023年的年底，我希望它能够动工。副市长指出，慈爱社区的容积率高，具有相当的开发潜质，希望所有权人尽速达成共识，市府必定全力协助社区重建，让住户们都能够提早换屋。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。